哎呀，兔子，兔子跑得真快啊！小兔子，站直了。今儿咋不来动呢？他搞手，两个手那样式是保持平衡的，站得稳。可能草地软，来呀！哎呀，哎呦，安全哈！嗯、哎呦呦，还要坐呢！啊 ，library， 啊，哎呀！this is warm area have library. 走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这站起来走。晚上睡大觉喽。哦。这两天才撞，那天不煞白了。那天你奶奶看你那刚坐的时候，现在会走了，大孙子。好奇呢，搁那瞅瞅你脸呢。爷爷这回，爷爷这回玩温和的了哈，不能虎吃超的了。不能虎吃，网友都不让了。这国内出一个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爸爸领孩子骑自行车搁公路上，结果那孩子体力不支摔倒了，完迎面过来车身上碾压过去，11岁小孩。你不是说普信爹吗？都觉得没事儿没事儿的。这现在是那啥呀，多惨你说。那孩子坐哪呢？掉下去。骑自行车。他也骑自行车啊。他爹搁前面骑，那孩子后边骑。11岁的应该啥都知道了。那也能跟大人一样体力吗？搁公路上，你看你这人，我就说你这人，他就跟那个爹那一个思维。停下来不骑。瞅呢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要玩球呢，哎，你瞅着，你看看小孩玩呢，那两天有球赛，拉他来看了玩，看踢球呢，大操场。刚剪完草，大孙子不坐车了。人家不收院子，门口都这么，他也不剪草，是不是大孙子？第一天开始了，大姚会走了。这儿呢，大姚。那你瞧那谁？这儿呢，来。看啥？看啥了？看鸟了。看树了。看树上啥？也这什么撒着了？出肇事了，怎么？不是，垃圾桶撒了，整的锯末子。啊、嗯！哎呀，这就玩，哎，这就玩，哎，这就玩哈。嗯。这就玩了，站起来玩，喝点水吧。那就不穿裤子，怕他挠腿。大宝孙儿。嗯。啊。哎呀，就唤醒撒尿的味儿。搜啊！来这儿呢，来大姚，看这是啥？看奶奶包里还有百宝箱，看，哎呀，还有这个，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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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孙儿啊，哎呦，大孙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奶奶这包里真好吃的哈，转着吃了。奶奶给打开了，打开吃吧，来，片片糕，嗯，都可以吃，片片糕。哎呀，大姚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起来，站起来，好宝，哎呀，真勇敢呐，哎呀，
哎呀，真厉害呀，真优秀啊，棒棒的，真棒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孙儿，哎呀，看看，看看，今天就是起来，倒了还站起来，还站起来。哎呀，溜达一大圈儿，也当奶奶散步了哈。你看，你看，看，哎呦，哈哈，哎呀，这不穿裤子，他怕他挠腿呀。肚皮露出来了，肚皮露出来又下来，肚皮自己上来了，自己上来。大姚上爷这儿来，来过来，来 OK， 哎，大姚哥 Good， Happy 啊， Happy， Happy 啊，大姚起来看，大姚看呢，小姐姐悠悠爷给大孙坐的，他俩悠上了。 Nice to wake you are to go back your country home Take a flight. How many you say time? Five hours. 5个小时。来，起来，来。哎呀，起来也坐上来。奶奶光顾跟他们唠嗑了。也搁上，搁那边上，这样。嗯。搁那边上。不搁。大孙儿，大孙儿看小姐姐玩呢哈，小姐姐玩。哎呀，说 hello。豆角鸡是可怜的，这两颗是银参，豆角银参，水可不少，没有浇的了。